多谢你哋。呢张相咧系我哋三姐妹两年前影噶，睇我爹哋做紧乜？你爹哋咪喺度讲紧电话咯？有咩问题？我爹哋咧有两部电话嘅，一部电话咧系用嚟联络屋企，另外一部用嚟联络社团。但系相里边倾紧呢部电话咧，都唔系头先我讲嗰两部电话。咁即系你爹哋有三部手机？收得咁埋，我哋三姐妹都唔知道，里边咧可能会有啲线索。如果你找到呢部手機，可以找 IT 部的伙計套翻啲資料出嚟，到時就可以知道你爹哋用呢部手機同咩人聯絡啩。希望找到部電話啦。我攞咖啡先，你坐住先。千如。你阿爸第三部手機入邊嘅資料，可能就係破案嘅關鍵。你一定要諗辦法揾到呢部手機出嚟。千羽，咩事啊？你電話啱啱響過。千羽，千羽，你聽我解釋，你聽我解釋。你幫手啊！件事唔係你諗咁噶。你點解要嗌我啊？你係咪好怕我噶？我真的以为你爱我，想同翻我一起啊！我信你啊！我知，系咪又因为炒啊？我爹哋打我，系咪啊？唔系啊，破唔破到我唔关我事。我咁紧张系因为想帮你，我想帮你查出边个系杀你阿爸同阿哥嘅真凶。等你可以離開四湖荒啊！我唔想再聽你講大話，全部都係大話嚟嘅。係，我認，我係結過婚，但我同呢個女人已經離咗婚一年噶啦。佢癲噶，你哋分到而家，日日打電話騷擾我，我唔理佢，佢就話要食安眠藥。我轉電話號碼咩？佢癲到嚟警署揾我啊！真系冇曬佢辦法。其實我真的不想呃你，但我真的想不到怎樣跟你講啊！我怕個女人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之後，佢會嚟找你麻煩，所以咪氹住佢先咯。真係嘅。我答應你。等呢單案完咗之後，我親自帶你去揾佢。就算佢發癲又好，自殺又好，我都唔會再理佢噶啦。